所以啊，对，这很好玩呀，对吧？奔奔波吧。最有想法的是共享经济，他妈的，这他妈的最蠢的想法，我靠！这个就是绝败笔中的败笔。他但凡不是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做得好。这个共享经济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这个。好了，这场是胜者组的比赛啊。上一届其实就是库维特战胜了马入之后，马入最后是没有出现的。十强赛的时候，这是什么冤家路窄？장현우의그기세는한번꺾어주고가야겠다이런얘기장현우선수에게이제장난치듯얘기를했는데장현우선수가그럼저도오늘优势不能输라고얘기를해서1세트노틸러스를골랐다라는他这个不行，他这个共享的这个思路绝对是有问题的，妈反人性的，你知道吗？太讲究团队了。没有装备，不是有没有装备？其实装备他用那个天赋来代替也是一回事嘛。对吧？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变化，但至少没有共享经验这个影响那么大。共享经验反人类的，任何人都是想秀的，即便他是有一颗团队的心，他最后还是希望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作用在里面嘛，就作用不一样嘛，特点不一样，这个人性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反人性的呀。我什么配不配嘛？我就讲人性嘛，就是这样的呀。哎呀，他妈的，能当大哥谁又愿意当小弟呢？我说白了，这不就反人性嘛？所以啊，你说的没错。所以我现在曾经是一个辅助，现在活生生变成一个二号。他妈打辅助最大的原因不是喜欢辅助，是他妈没实力。那能打 carry 为什么不打 carry 呢？但是不可否认，辅助也是非常有用的。哎，辅助是有用啊，我没说他没用，我说也有意思，对吧？也有乐趣。他妈能打 carry 为什么不打 carry 呢？전진유를쓴다고해도대응할힘이좀생기죠장현우선수는이위치자체가좀辅助是很难呀，也很有用啊，也很有乐趣，也很好玩啊，我也经常玩辅助啊。특히나폭탄드랍위주의플레이를한두번씩은꼭해낼수있는위치가걸렸다보니까이런부분들을어떻게那大部分人上来是想打 carry 的呀。황규석선수상대로했던것과좀비슷하게할줄알았거든요선로공하고분열기로차라리카운터를칠까我就是毒瘤是吧？완벽한정말那可能吧。正常的 VCVR Blink 啊，嗯，不，我不是可能，我就是毒瘤。啊，今天你妈就要证明我自己，你们妈不要骂我，跟你说，我今天绝必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毒瘤。跑！我今天我中单，你们等着，我今天要证明自己的。你看你们看着嘛，他这个直接四兵营的布林克一波，他不跟你讲道理的。对他打马入还是想过，但投地雷有没有反应？啊、不会吧？哎，不会吧？不会吧？哇靠！这啥情况啊？这怎么这？你妈的，这就是库维托。库维托这啥情况啊？马入没干什么，就投了个地雷，他怎么都没反应啊？是没想到吗？反正我知道这十个农民投完之后，回头的经济非常大，支撑不到他四兵营爆这个爆追的。장현우선수는휘청거리게됐어요조성주는정말정직하게간건데장현우선수가그사도를좀신경써줘야되다보니까아이거한방이너무아픈데요그렇죠그러니까한네기정도만잘잘投테라니입장에서괜찮다라고생각을하는데오약간의그렇어요这节奏已经被拖回来了呀，你这个士兵追猎怎么弄？这是马路都防好了，家里面。
完蛋了，这个士兵追猎如果打不进去的话直接可以GG了，拼一下嘛，他也是想好回头强行拼，强行拼，哎，有机会哦，有机会哦，这波就一个坦克，有机会哦，坦克 也不太敢炸啊，炮台先秒了，刷起来，坦克炸一个，还有还能有个炮台，还能有个炮台，机枪吃一波火力，能不能强跳坦克？感觉要强跳坦克，强跳坦克，强跳坦克，但有点冲动，有点冲动，枪毙很多，全部换完。但这个他其实输出还输出了点的，但太痛了，太痛了，这个枪兵输出太高了。而且马路的这个第一时间拖农民拖的也很到，很对他没有退的空间的。而且主要还是追猎不够，跳上去不能一轮瞄。现在再跳没有意义啊！没有再跳，这怎么能跳上去吗？刚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追猎少了几个，瞄不了坦克。啊，继续给压力吧，这个时候继续占便宜给压力，毕竟还没有坦克，坦克刚刚到，还有一些空间。甩一下机枪。继续占便宜，往外跳。但你这个就这个打法，回头就只有两筐一波不定可以补，他没有打到底了呀。这个已经打到底了。你跳不到优势，不是说优势，你跳不到胜势，你就输了。这个局都不是优势的问题了。有兴奋剂了，操作死了，有兴奋剂了。没了。马入防守还是太好了。你们说呆头哥智力不到一楼，今天晚上呆头哥也要证明自己。最但最想证明自己的是猫姐姐。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今天猫姐姐也是要证明自己的，她如果再输，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换什么的，要换胡祥儿了。对吧？从胡杏儿被打成了胡祥儿。这个正面挡不住啊，真挡不住啊，挡不住了。这个奎子选了个很拼的战术，但前面那个炸了他一波农民影响有点大，然后本身马入防守也有点好，死了，已经没了，马入正面也不回来了，坦克架好，我靠，这个位置随便骚吧，你家里面能骚什么吗？想拖闪电也拖不出来。哎，这盘就是被投了空投了十个农民，然后导致自己经济不足，而且被侦察到自己的打法。这种一波的方式，我说实话还是太简单了。就回头用这种战术，其实很难打的。嗯，而且他的这个追猎操作也没有像 Zet 这些人那么细腻。赶紧吃颗糖压压惊。哎，没事没事，这个输给不是他现在想的是，妈，万一下去真的是我们写的那个剧本，他怎么办？哎，不是输给马入，妈，这也是应该的，你就当还了，对吧？输给马入就当还了，他肯定也没想输的呀。哎呀，这种东西，你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不想输你就能不输的。啊，那也是，对不对？哎，这个比赛那么多选手参加，冠军只有一个，对不对吗？其他人都输了。是的呀。
再说了，你要想，库维特妈的十年才夺了一个亚军，这届真的被淘汰了，也就被淘汰了。冠军都被淘汰了，亚军被淘汰有什么？是啊，冠军小组也没出现。肉哥真的是你妈的，脸都不要了。可以啊，我靠，他妈那么多那个观众啊，直接外封逼。封一下。미리내려와서체크를했습니다이번연말제주유공개합니다혹시이거하지않겠니라고해서这什么意思啊？손실은좀줄였죠장윤호선수这为什么他？那个是男的女的？刚才那个 Marry Me 的那个？不知道啊，感觉应该是个女的吧？대처모두좋았습니다조성주선수가이거체력거의가득채울때까지공항공사관제안당했으면哎，不管他这些东西，妈个鸡的！是男的吗？女的吧？一会儿看一看啊！Marry me， 我靠，你妈的！분명히테라는빌드는달랐어요평소랑성가스였고게다가오틸러스가로대치여가지고일반적인맵이라고생각을하고타이밍을계산하면순거팅순거知道什么意思的呀？순거怎么可能？예측이안되는네약간좀앞당겨진네그런시점이었죠별로안죠이번에약간비슷한흐름이됩니다순거먼저올라갔기때문에장윤호선수가생각하는것순거你别沉默呀！我操！看比赛，看比赛！你们反击他们呀！这狗逼！他们都叫你说话，兄弟。哼，这弹幕真的很过分，我操！直接投地雷，开基地。先投雷啊，这是。봤는데병영그대로그대로다라고생각을하면이걸아예도마루마루现在炸奎托是炸起劲的是吧？또다시한번예상외변수불사조를찍毒死你反应不过来。오히려체제에대한카운터는칠수我这手沉默做的不错。哎呀，我沉默打的还可以。这是真的。什么叫太好了？干嘛？沉默吧，黄哥。干嘛？你中单要用钢背跟我打球吗？我很怕沉默，我很怕沉默。中单刚被打不过沉默的，打不过，打不过，肯定打不过。你想好啊！我靠，肯定打不过。哎呦，看到了，应该看到了这个。문진쪽에지뢰들앞견제의식해야됩니다그렇죠하나좀더나와있는상황이고요이화염차를의식해서분단배치되면이거못따라잡거든요지뢰매설을센터에화염차를보긴했는데자시선을저기다끌리면안돼요네이거지뢰하나는내주고이二三四哎呦还行还行三台可以三台可以이거양방향이거든요不炸这个双线火车双线烧也还行也还行五名才还好哎还有个地雷还好还好六个六个六个运输机也得死能接受能接受我不信运输机能跑掉哎呀我还有很强的英雄我跟你说我炼金也很强炼金也很强我炼金已经炼出来了你记得搬我不知道我们班你妈的这个都交给貔貅的我你们记得帮我炼金我炼金真的很强我炼金现在可以做到十一分半魂戒瓶子辉耀是十一分钟不用十一分半
那么强、啊、真的呀，强的一逼，我靠，你们记得掰就好了，妈是20分钟15000到17000的经济，那么牛逼啊，真的呀，你们记得掰，不掰你妈要遭重，我跟你说。3사이클론까지 찍어주고 해병 바이킹 사이클론으로 CF를 지금 견제하고 내려왔으면 생각보다 좀 많이 까다로웠거든요. 네. 또 좋은 타이밍에 잘 끊어줬고요. 이 덕분에 장윤호 선수는 테크와 확장이 약간 늦다라는 걸 많이 알 수 있게 됐죠. 네. 근데 이제 불사조를 꾸준하게 눌러주고 있는 체제라서 첫 번째 공격을 막는 게 장윤호 선수 입장에서 상당히 많이 중요할 것 같아요. 관문을 미리 늘려놓은 체제가 아니라 굉장히 소수의 这一盘我觉得奎托就总能打了吧，上来这个马路的火车地雷全部没了，对，没杀到什么东西。구성주선수가준비하는체제자체가불사조거신의약한조합이아니에요감감하기도나와있는상태로시야도잡을수있고요여기까지도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奎托这盘的这个开矿有稍微慢了一点，就马入的三基地都已经飘出去了，奎托的三矿才刚刚好。奎托是非常稳的那种，他先出巨象的，对，最稳的那种开局。但你今天面对马入，你用这种开局不是很好打，你前期占的优势没有必要这么开的。应该还是你要出巨象没问题，你先把先点三基地，然后再出，对吧？你前期占的优势，你可以前期先三基地的。갈 수도 있겠습니다. 이런 플레이 할 때 김도호 선수가 이전에 이런 플레이를 한번 시즌 한 때 보여줬었는데 결국에 공항연구 인공제어소에서 공유럽까지 눌러주는 게 좋거든요. 불사조 한 개 더 있는 것보다 그 공업 눌러서 효율 높이는 게 훨씬 좋습니다. 장윤호 선수의 폼을 볼 수 있는 건 원래 관측선이 위쪽에 있었는데 감감하게 한번 맞닥뜨리자마자 관측모드 풀고 나서 아래쪽으로 옮겨줬어요. 그래서 시야를 여전히 잡고 있고요. 근데 건문 다시 들리네요.凤凰巨象，然后两 vs。感谢球男，我面试必过不了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중상위급의프로토스테란의그선수들의대결구도에서곧잘나왔었거든요그래서이런체제를상대로이제최상위권의테란들은어떻게대응을할지看到在徐凤凰了이번에공격적으로한번맞부딪힙니다네但奎托这盘是一个손이그렇게많이直接走一个天空的一个路线待会儿他出航母我就怕奎托突然暴毙哦，这几下可以、啊。马路被阴了一波枪兵。근데해병을어느정도끊어주면불사조가바이킹화력을그냥몸으로받아내면서전자들어올리는게가능해져요네자레를밀고내려오는조정주선수고再继续推啊，因为有渡鸦可以锁巨象，所以说马路觉得没有问题，锁。哎，这个锁的有点烦了。放了就进，这基地只能放了。等死解锁了再打。解锁了别人也回去了呀，打掉回去了。那怎么办？他妈的打不过呀，冲上去不是去送了？他干嘛？他要中间截一波吗？哎，还行，直接抬。直接抓，不要他走，这个是对的啊。继续抓，坦克不要，坦克也架不起来，可以哦，这波吃的。可以可以可以，这波可以。这波这马入这妈重创好不好？妈个，这看不起我 Kurito 是吧？你个叛将！妈 Kurito 怎么嘴巴一直在碎碎念啊？他是不是也在 rap 啊？感觉他也在 rap。你不觉得吗？说的没错。他你妈也学会雷诺的 rap 了吗？당장의인구수앞서는걸장점으로활용하는건데지금이렇게느긋하게여섯시다시돌리려고하고우주마各种在 rap 你看那个嘴巴没停过매섭습니다네지금12시방어태공사까지지금준비하고있어요여섯시까지완벽하게활성화시킬수있게되면이제우주검은세채돌아갈수있게되는데
물론 이제 테란의 해병업이 괜찮게 되고 있어서 프로듀서 경력 200이 채워지기 전이면 테란도 좋은 타이밍 잡히거든요. 근데 이렇게 시간 끌어주고 인구수 못 채우게 하면 업그레이드는 테란이 괜찮아도 양으로 그리고 그 조합으로 찍어줄 수 있습니다. 네. 그렇죠. 방금 이런 플레이 꼭 나왔어야 되는데 결국에 해냈고 해낸 이후에 우주마음이 쌓이고 있는 과정 속에 타지마드 퀘이더 니 카드 그 표정 怎么 너무 激动啊 다가신지 这个也不他妈不太像他是不是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呀他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打比赛缓解压力的办法呀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你不要管妈的老子是亚军现在开始转航母这个其实现在奎德转型这一波，我认为奎德是有优势的。现在他这个航母是肯定能转得出来的。现在马入拿他这个现在转航母的战术没有办法，但马入是打后期也能打的，就看奎德成型了之后要怎么打。你看马入能不能打这个后期？你看奎德还在输，各种 run。我他妈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小屏幕。이제 돌드롭 그레이딩은 완료가 된 조정 조사 주고요. 장인호 일단 충전소 끼고 싸우는 게 괜찮아 보입니다. 장인호 선수 업그레이드 차이가 꽤 나기 때문에 이전처럼 양 믿고 나가기에는 약간 부담되는 점들이 있거든요. 그렇죠. 결국 우주모함이 다섯 개가량 모이고 있고 분열기도 조합되고 돌진업도 되긴 하는데 애초에 업그레이드를 크게 신경 쓰지 않았다 보니까 단단함이 아예 없거든요. 그 단단함 없는 걸 哎，他就完全靠这个 EMP， 然后靠对呀、啊，这马入其实打这个很有经验的。他说这些话应该是一个心理暗示，我觉得是正常情况下不要大家不要瞎说他的 rap 什么的，他应该就是一个心理暗示，一直说话给自己，就比如说不要紧张打，对吧？这种估计说这种东西。본대병이버티면서광자사돌려주는식으로만해도괜찮아보이긴했는데장현호선수가분열기를두고오는건위험한데반가하게에吃掉但还是被炸了但无所谓啊但是他不打就行了这波这个是奎德最强势的一波啊最强势的到现在为止打这个围巾的距离感太好了各种占他便宜他只要有视野就可以占你便宜我们在瞎说他自己骗自己吧、哎、他现在不管怎么样他都在告诉自己我的优势很大那奎德这个时候打不了了他要有电那个闪电要有闪电他要闪电才能打哎这什么东西啊马入这个距离感真的太好了小飞机都打不出来了看闪电电的怎么样吧有闪电这个完全能打但要小心 EMP 공격적으로하면서사령부를다수늘려주고포탑을도배해놨기때문에당장이조합이깨지지않을정도에깨지더라도바로복구할수있는인프라를구축하고있어서장현호선수도결국에극후반을바라보는조합이됐지만조성주가똑같이맞춰주고있어요네선수는업그레이드냐아니면테크냐双方现在都出不了手。네쌓이면쌓일수록결국테란도전투생함쌓이는거아니면좀까다롭거든요 EMP 有没有打到？好像打到了。장현호선수도너무잘해주고있어요원래好像打到闪电了。병력을소수마루也不出门呀，打到了他也不会出门的呀。특히나기동성을가장살리고있어打到了他也要缩在后面。의료선한두기많으면세기분량정도돌려주면서흔들어놓고센터싸움을봤어야되는데그거자체를这个基地让你打，马上炮台变好了。업그레이드서로지금집중하고있는상황에서저위로돌리는병력일꾼을좀끌어내고있어요조성주선수가전투생활까지갈생각이만약있다면이병력도적극적으로쓰는게약간위험할수있죠네전투군이우주마마도어찌보면더많은시간과저거맞죠요아주마도이건아웃이바로포기해야죠네우주마마도따라갈수없고正面有点打不过、啊、他这个组合真的回头正面这个组合打不过吗哎不会吧这原子弹难道说
闪电电能不能闪电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击杀掉那个伪金，那还有点机会。那就核弹中不了的呀。哟，这个拐弯拐得好，香蕉球还行还行。突然一下左转啊，这个拐弯，又是烟皮全中。哦，烟皮全中，全中了这烟皮。对，想走没走掉。什么？他十五他五个鬼兵一出，我看错了，我说他十五个鬼兵一出，这波很难挡啊，这波没有鬼兵，老师咋了？还可以，强行靠枪兵顶住这个小飞机啊？对，小飞机其实就是肉，你说真的，输出很高也打不出太多输出。原子弹，但这中不了啊！这他妈的又不是瞎子，可能中的这种，不可能中，不可能中。强行莽上来，对，把这个点的就好了，打了就好了。哦，球！哎呦，还可以。这个自爆球凶了。天哪，我已经全部清完。虎雷头难道？再刷一排兵，他主要人精还在。引刀，马路的兵有点聚不起来了，感觉在这里被掐住了一个咽喉药的。现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奎托的表情啊，你看各种的又开始念的。我能赢，我能赢，我优势很大，我优势很大，不要慌。不要慌，你可以的。但马路好像人口并没有怎么减少啊，人口都差不多。哎，不能再被 EMP 了，这个再被 EMP 很伤。好，强行把坦克点掉，这边要打，我感觉，但这个位置感觉打不了，不会就感觉 要遭中啊。哎，不会中一个吧？原子弹，还有原子弹！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但是这地面没了呀，天空也没了呀！再打下去。会吧？阿西吧！你看他那个，我看懂了，我看懂了，刚刚他那句，刚刚最后他那句阿西吧，我看懂了。啊！其他没看懂他念的什么，但这个阿西玛是看懂了。我在打什么？我在打什么？我在打什么？马克基！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局面还是要说。哎，孙哥，我怎么感觉他这个似曾相识啊？这几句话。你滚吧你！你不觉得似曾相识吗？阿西把翻过来不就是马克基吗？输了，这个输了。啊，就哭了吗？他怎么在搓鼻子了？还没哭，还要拜着怎么？今天真的对手是马入，马入这个大欧气太强了。你如果今天换了刚才你妈换，这大欧气马入是太强。换个你妈，换个李培南，我觉得已经崩了，就赢了。不是孙哥，刚刚你知道有个弹幕说什么吗？帕库雷托你妈打星际的时候在请神，请了半天请了个孙一峰，你妈。完了。我请神，我靠！哎，马入后期太厉害了。厉害，马入厉害。哎，奎托哭还是不会哭的，不要慌。哎呀，情绪有点炸啊！过一会儿等索拉来收拾你。来，默默克。为什么都在安慰这个 Kratos 啊？怕他哭呀。
조성주 선수 이야기를 들어보겠습니다. 조도 이티어 선수가 조 1위 진출을 해냈습니다. 온사이드 게이밍 조성주 선수 만나보겠습니다. 先恭喜马入2-0战胜 Crypto 晋级到这个组的小组第一，然后晋级到十强。 유령 활약도 대단했습니다. 장현우 선수에게 승리를 거두고 조 1위. 然后说他的投地雷以及他的鬼兵的使用非常的亮眼。 然后把Crypto打得很惨，然后问他现在什么感受。 他说还好。 然后说他的。 然后说他刚刚就是，我先说到前面吧，他就说就是他最后一波的时候用鬼兵防守住了那个航母的逆波，然后问他是什么特别的战术嘛，然后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术，就只是抓住了这一次机会，然后他好像就是把 OB 就是没有看到他的鬼兵，他没有清他的鬼兵，所以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把他击退了。 어떤 이유가 있었다고 생각하세요? 어깨가 좀 많이 안 좋았는데 그래도 이번에 10강 이후로 다시 병원 다니고 있어가지고 그래도 그래서 이긴 거 같아요. 然后就说他上一个赛季没有打得那么好，然后问他这个赛季怎么样，他说之前他的肩伤就是影响了他的发挥，他觉得他这个赛季好转了一些，可以会就希望会发挥好一点。 然后说他打 Sola 的时候 说他的大龙和腐化就是打得他很疼，但是他就是利用这个鬼兵就是成功的防守住了这一波，就防住一波又一波。 他说就是前期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蟑螂来，然后他就觉得是不是后面他就一直在呈现一个防守的状态，然后就守下来就好，然后后面就一直在防守。 然后他说就是一些很强的那种种子选手，像 Zest 还 Rogue 都被淘汰了，就特别是 Rogue， 他问他有些什么看法。然后他就说他就是他们也不是说特别典型的，就是输掉了，然后他觉得还好。 然后他就问他就是有一些就是有没有就是一些打战术的选手会让他很不喜欢，因为就之前都提到过小贺有说错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只要就常规打就没有很恐怖的战术，就是惊讶到他，然后最后再让他说一点什么，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场面话，就是什么感谢就北朝鲜我们走那种，就感谢。 他的战队什么的，大概就这些。好吧，好的，好的，好的，摸口，好好练习啊，摸口。